今天呢也要开天辟地头一回尝试一下云录制，我非常非常想念的几位天天兄弟还有我们的几位朋友，我们都要跟他们在家里来进行连接。接下来我要跟我的几个兄弟们打个招呼，兄弟们怎么样，还好吗？好，哎呦喂，来抱一个抱一个，来来来，云抱抱，云抱抱，云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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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我特别想问一下，宅在家里基本上都在干嘛呢？我是在家带孩子，但是我们也努力带别人，再带别人家孩子呗，找别人家隔壁家的孩子带带啊。让别人王一宝在家宅着干嘛呢？研究什么呢？我玩玩魔术，最近哦 ，really， 来一个。啊，我这里呢有四个尖，还有四张杂牌，仔细看一下，四个尖，是吧？然后呢，我拿起四个尖，把四个杂牌放下去，我手里呢有一个尖，然后一二三三个尖，对吧？对对。然后把一二三三个尖摆在这里，首先呢，我先拿起一张杂牌，好，梅花八。我把梅花八先放到这里，然后把一张尖放进来，仔细看哦，哎，仔细看，梅花尖消失了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没有了。哎呦，哪里了吗？鼓掌！到这里。云鼓掌，云鼓掌！What happened, magic ball? Magic ball, magic ball. 好，我再随意再拿一张杂牌哦。黑桃八，我把黑桃八放在这里，然后再拿起一张尖放进去，嗯，再仔细看哦，又消失了，消失了。哇，他去哪儿了呢？跑去哪里了呢？跑到这儿了。哇哇，厉害！云鼓掌，云。最后，我把这个尖拿起来，现在我手上是一张尖，对不对？嗯。我把这个尖放在这里。把一张杂牌放到这里，仔细看哦，仔细看哦，一晃，哎，尖消失了。哦，我怎么发生的？我厉害！再来一个，来一个，随意点一张牌，嗯，就这张，好，就是可以给我一起看的，梅花 Q， 好，然后翻下去。我给你看我的切牌技巧啊，是哎呀呀呀，切烂了。魔术师切牌技巧很厉害，随意一切就能把这个 Q 给切上来。哎呦喂呦！然后呢，再把 Q 放进去了，插进去了，对不对？对对。然后打一个响指，又上来了。云鼓掌！我再把这个 Q 啊，这样。推进去，然后呢，把这个 Q 推进去了，然后再帮我把这个 Q 推进去。嗯，嗯。哦，哇！我怎么发生的？我厉害！Magic ball。